刚搬到成都，闺蜜说来找我，赶紧藏起来，躲进帐里，看看她能不能找到。我这没有用的玩意儿，你给我沙发不是做什么棒的，真是。不是白痴，可真实诚啊！忽然又看到了是我的摄像头。孙腾子，你别给我放那儿，这也不充电，你要干什么玩意儿？那就不用。怕他一会儿坐死我，趁现在赶紧跑。瞎说也不多，明天能干明白点啥？他刚才是在这儿的吗？真心话，一定是我眼睛花，是我眼睛花。不不，拿厨房网喷。等会儿。确实没感觉，你这真棒啊！你还挺有说法的，你就往过来。还是忘了，跟我俩装跟不一样。